你是我的白鸡仔在投降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不是我的白鸡仔在投降输一半？你有到半工那个啊？我想讲你老公到需要第二条鸡仔要来一半，原来伊输比要输我就对了啦。不是我准备要输啦，我无爱我大朋友讲我哀哀叫，所以我直接安尼。你是因为你无声，你哪有听无声？所以你提囡仔，没有白鸡仔输一半。奇怪，你哪知我啥？咱连隔壁的孙兄弟都啥你无声，你搁讲我？那细汉到底搁大汉？你的声音根本我认袂出来，你的脚步声我敢唔知影？我无声，我变声嘞。变声，你的脚步声敢会变？脚步声会当认出一个人吗？当然啊。你何必这么辛苦呢？你想要做，你也是做鼻孔。我今仔去啊！我想讲，你来用用这个姿势。